嗨，各位大家好，好久没有来玩刮刮乐咯。这个刮刮乐我大概我一个礼拜前它刚出的第二天我就买了，啊都没有时间刮，啊想说今天有空又是下雨天，听到外面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，好了，这下雨天我们就来玩刮刮乐吧。那我今天是买了两张吃饺子老虎跟两张奖金贝贝乐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刮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先从这个200块的开始刮好了。那200块头奖是200万。然后上网查了一下，它中奖率是 31%。那开始，应该是先从刮什么幸运号码吗？我们先刮幸运号码，23号。那现在外面在下雨，跟22号，还有几号嘞？28，哦，都二开头的啊。这个是26，哇塞，都22开头是怎样？好，然后来开始刮你的号码，一倍的是多少呢？24号没有，还有几号呢？21，没了，再来。11号27，哇，没有，这边是什么？哦 QR code 没有，一倍的没有中。好，接下来换两倍的有没有？17号没有，500块也不给我中啊。再来25，没有，你看到二开头就很激动。12，200块不给我，然后刮五倍，来了，有没有？13，我不要十啊，13，我二开头的有没有？二开头的，我三开头的是怎样？哇，哦哦。这一张好像会共估位，好，十倍，最后的20号没有20号啊，再来19号，哇GG，好了，这一张共估，那我们直接下一张，咻，好，第二张头奖200万，我们直接从十倍开始刮好不好？再刮上面号码，好，就这样。十倍的是什么？500跟500块跟300块，然后呢？24、28，每个号码都不一样了。两倍的嘞，200块。哎，但是今天的数字很小哎，这张感觉好像有机会耶，是不是有机会？你看那200、300的。是不是有机会呀？那一倍的嘞？这又是个200块，哦，有1万块的12号。哎呦，上面的怎么一倍的数字这么大啊？好了，刮干净了，开始吧。看我们这一张会不会中31%的中奖几率。第一个号码14，没有哎。第二个号码又是十，哎，十一，哦，十一这边没有，11200块，这是一倍，可恶！还有吗？再来二开头，二十有吗？没有哎。最后一个号码一开头，16有没有？16没有。哇嘞，这张中200块啊！
这张中200块，那就是没来。今天要做公益了吗？好，下一张。好啦，奖金贝贝乐刚刚刮完啦，现在来换吃饺子老虎。那这个嘞，它的中奖几率刚刚看的还蛮高的哦，37%哦，刚刚那个贝贝乐只有31%哦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会不会中奖吧。好啦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刮吧。第一局，这个是怎样？是3个相同符号即得该局奖金。OK， 反正就是3个符号一样就有中奖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第一个刮到的是 QR code 啊，3个相同符号，第一个是星星。哇，没有了！哇塞，这是种个十百千万300万呢！哇，刮到我真的会吓死。第二局宝箱，一个闪电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看不懂。其实刮这个，如果第二个符号不一样的话，其实就不用往后看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就不用再往下刮啦。看像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桃子吗？然后第二个符号是一朵花，那我后面就不用刮啦，对不对？这感觉没什么，没有办法让心情起起伏伏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刮一个，然后第二个不是，就不会想往下刮。你要嘛就是第一个是，第二个是，然后第三个开始这边咪咪咪啊咪没到这样子，就是有一个咪牌的 feel 嘛，对不对？第四局是黑桃，哎、欸、对嘛，两个黑桃，哎，这包什么东西？柠檬吗？才刚讲完而已，他就真的给我来两个，你看就开始咪第三个这样子，对，就是会有一个咪牌的 feel 嘛。好啦，第五局，然后因为啊我的房间比较靠近窗户啦，那现在因为连日的下雨，哦，那可能是我不知道。收音会不会连那个雨声都收进去？因为这边下雨声是蛮大声的。好，第五局没有中。第六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柠檬吗？两个柠檬吗？柠檬，再来一个柠檬。哎，好像没中。第七局我们速刮好不好？第七局。如果第二个没有中，我就不往下刮了啦，我就直接刮另外一局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不懂啊，这里没有。好，跳下一局，来啦，第九局啦！哇，现在已经刮到第九局了，目前还没有中奖啊。哦，这是什么钱的符号吗 ？Money。哇，没有了。第十局，速刮，一个七，两个七吗？再来一个七，三个七，碎啦！这应该就是有了吧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有中吧，有吧？好，我们等一下来看金额。第十一局，哇，一叠钱，再来一叠钱。第十二局，这是什么？四叶草，宝箱没有了。好啦，那现在就做这个啦，来看看金额多少吧。哎，我们来看它的金额是多少？拜托，高一点啊！哦，500，呼呼！哦，这一张中500耶！哇，这一张回本。你看，那我这买的是300块。要中500块，碎啦！好，下一张，讲。
好啦，我们这个下一张开刮咯。哇，它中奖几率 37%， 果然不是盖的、啊、刮起来都蛮开心的。来，一样第一局。好，那我们就照刚刚的惯例好了。好，如果第二个符号不一样，我们就不往下刮。闪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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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个吗？我刚讲什么？对，就是第一个符号跟第二个符号不一样，我们就不往下刮，我们直接刮下一局。好，我们速刮第三局。这是什么？欧伦橘，橘子吗？哦，两个橘子。哦，这怎么跟橘子长那么像啊？我以为中了嘞，结果没有。啊，下一局是什么？又是黑桃，刚刚也是黑桃。啊，这个筹码没有，没中。跳第五局，你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小丑，哦，两个小丑，来了吗？是什么桃子吗？哎，可恶啊！哎，不过他这个刮刮乐感觉他有用心哎，这一张吃饺子老虎他是有用心的哦。你看他这个小丑，然后他就是故意弄一个旁边有一个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也有一个，这是毛吗？对，一个触角这样子。然后你看这个闪电。然后旁边也用一个这种刺刺的皇冠，然后刚刚这个差点被这个橘子吓死，这个橘子旁边也是用一个圆圆的这个钱的符号，你这张感觉好像有用心呢，就是会让你眯到，哎，好像眯到，那就看不是这样子，好，继续刮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这是樱桃跟桃子，好，第七局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，好，又没有。第八局，我该有吧？这是什么？柠檬吗？柠檬跟什么？骰子？没有。好，我们跳下第九局吧。来，第九局，不会跟刚刚一样，第九局才发生奇迹吧？也是可以啦。这是什么？红心 A？ 没有。第十局，硬币？没有。没有777，没有啊。第十一局，香蕉、樱桃，完蛋，这一张好像凉掉，完蛋，最后一局了，最后一局神之棒，加持，这是什么？钱，第二个嘞，哇，没有了，没有，GG，这一张共估。好啦，那今天四张，总共刮四张，中两张，这样子几率算50%嘛，可是也是赔呢。那么最近我好像有赚过钱吗？好像没有哎，都在做公益耶。哦，那就是一张中500块，一张中500块，在这边777，500块，然后另外一张中200块。11号这个200块，那本来是要在中秋节烤肉的时候刮的、啊，可是因为烤肉总是要喝酒嘛，就是拖到现在才来刮刮乐。那也希望各位可以刮刮中大奖。那中秋加码，现在大乐透、威力彩都还有。加码活动，那也希望祝各位可以中大奖咯，那就这样啦，拜拜。